微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选择。几天前，一个晴朗的早晨，阳光从窗外洒了进来，餐桌上摆着闪闪发亮的美丽餐盘。我坐在餐桌旁打着电脑，准备等一下开会要用的资料。我的老婆从厨房走了出来，拿了一杯牛奶放在我儿子的跟前。我五岁的儿子正在手舞足蹈，比手画脚，诉说了昨天发生的有趣故事。就一个不小心，砰砰，打翻了这瓶牛奶，洒在我的身上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立刻站了起来。就在空气凝结的同时，一股无名火直冲上脑。我指着我儿子劈头就骂：“在干什么？做这些人那么粗心啊！爸爸等一下重要的会要开哦，你等于是浪费爸爸时间，得换衣服。”如果爹爸爸开会迟到了，都是你的问题。被吓到的儿子立刻嚎啕大哭了起来，在气头上的我也转头就走。我只听到我好难过的儿子缩在我老婆的怀抱中啜泣着，跟我老婆说：“爸爸好可怕，我不要爸爸生气。”听到我儿子啜泣的哭声，稚嫩的话语，在上班的路上我整个心都乱了。天哪，像我如此上进还来演讲会学习沟通技巧的好爸爸真的不多啊。那我到底怎么了？是因为衣服吗？还是那瓶牛奶？都不是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是我开会的紧绷压力让我迁怒到我儿子身上。在发了那么大一段脾气之后，我对我儿子的亏欠让我一颗心这样纠结着，因为我好后悔。我就想到了我爸从小就跟我讲过，然后我到现在还在努力钻研的一句话，就是微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请问这个要先开，更是一种选择。我又想起了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哇，看的还是那个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大片。哇，在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候，突然怎么地震？没有关系，一下下而已，再继续看电影吧。怎么又地震了，而且比较久。不过我觉得有点很奇怪，就是全场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有反应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于是我就开始追查这个震央来源，后来被我发现是我后面那个在抖脚。抖脚就算了，他还讲电话挖鼻屎还同时放屁，你说这人不气人吗？我还好，我还冷静了下来，因为我知道我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当面去指责对方，但是最严重的可能会起冲突或有人受伤。第二个，微笑一下算了，反正空位还很多，那就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继续看下去就好了。我后来选择的是第二个，我就往前坐了几个位置，很开心的把我电影给看完了。而且当时坐在我旁边是一个很美丽的女生，那个女生现在还是很美丽，更是我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原来微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它更是一种选择。这句话是真的，它不仅可以让我免除纷争，也可以帮我找到老婆。哎呀，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，只要灵活运用就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可惜唯一的败绩就只有一个人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赢过，那个人就是我老婆。每当我要跟我老婆有任何争执的时候，我无论我多么想要好言好语就事论事，用大大的笑脸来跟她讲道理，她永远只会给我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我觉得你不爱我了，你在追我的时候都不会对我那么凶。我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啊。这个时候我除了抱抱他安慰他之外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果然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，我的微笑学分还要再好好的进修啊。不过幸好
在我日以继夜的努力钻研之下，我终于找到了破解之道。当我老婆又说出娜娜让我无法招架的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立刻用最 man 最有男子气概的方式跟她说，哪有，是你好不好，是你才不爱我嘞，以前我说什么你都说好好好，哪像现在。嗯，然后我们都笑了，吵什么忘了，于是微笑再度胜利。老婆的仗我用微笑打赢了，但儿子的仗我为什么却用大吼来回应呢？原来当你的情绪控管不好，微笑也有笑不起来的时候。当下我就立刻决定折返回家，展露出我多年来修到的微笑学分。我站在家门口深吸一口气，整理自己的情绪，打开了门，走到我儿子的跟前，蹲了下来，抱着他拍拍他，跟他说，儿子对不起哦，爸爸不应该对你那么凶的，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那下次我们都要小心哦，好不好？经过这个小事情，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了微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选择。而这个态度跟选择可以感染到我们周遭所有人，还可以化解一切的误解跟纷争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用微笑来迎接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吧。谢谢。